为什么杀张峰？我没杀他呀。那你跟我说说，张峰是怎么死的？别说是我，就是你黄大局长的饭碗也不一定保得住啊！景逸，桃子中料了。什么？ 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既然你们已经找到视频的漏洞了，还原原视频也是早晚的事儿，我就招了。况且我们所长也在，你只要说服他把我们的技术共享给你们，我觉得这位同志不到一天就把视频还原了。你还挺明白。我只是不想耽误时间。 原来的视频呢？为什么杀张峰？ 没啥的呀，那你跟我说说张峰是怎么死的？那天我俩约着去酒店，商量着玩点刺激，没想到没控制好，玩大了。你俩去酒店？啊？不是，就你。 你的意思是你俩这意思吗？我俩是炮友。哎呦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也害怕呀，而且这种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吧？况且你们警察。 未必相信我说的话。你把证据处理得这么干净，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你说的话。入侵一个酒店的监控系统，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些都是意外呗？嗯，事实如此。